家买了喝的，来分一下。谢谢学姐。以后不许叫我学姐了，要叫我淼淼，因为现在我是桑田的女朋友。啊？嗯，新女朋友。那以前那个奶茶妹呢？瞎问什么？这有什么不能问？这叫未免也太淡定了吧？到底是不是人家男朋友了？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对吧，甜甜？哦，学姐说的对。怎么还叫我学姐？在一起这么久了，都把我叫老了。咦，哎呀，算死了算死了，我们先去训练了，谢谢，就先不打扰你们了，学姐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别打扰人家。头发都乱了。淼淼学姐，嗯，你知道提阿蒙是什么意思吗？是意大利语的我爱你。看来每个人都知道，只有一个人，他实在是太笨。淼淼，嗯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先去训练，一会儿去找你。我不要，我今天专门翘课就是为了陪你的。我已经有了。你笑什么？学姐是让你帮她拧开瓶盖，这点男友力你也不懂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什么大男子主义？没关系的，甜甜。就是。行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嗯，我们挺开心的。嗯。我有事回家一趟。一会儿帮我跟马教练请假。嗯。他怎么忽然回家？难道是猜到了什么吗？那好，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但你们还是不能够这样做，因为他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男生。你不能进，董事长在忙。哎，别拦着我，不能进去。你都跟阿姨说什么了？阿姨，你不要听她瞎说。妈，我一点都不在乎，因为我喜欢他，而且我敢肯定他也喜欢我，只不过他不知道我早就发现他是女生了，但我已经表白了。既然你们现在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，我也没办法了。不过你们要记住，你们在别人眼中呢，是两个哥们儿，哥们儿就要有哥们儿的样子，不要再在公众场合那里接吻了。阿姨，那天是因为那个比赛对他特别重要，而且您又在场，我是为了帮他，所以才……你是这样子帮他？你一直是这样子帮他的吗？啊？对啊，你都是这样帮我的。混蛋！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女生的？笨蛋！我们每天都住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没发现？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蠢吗？喂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肯定也喜欢你。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？我才不喜欢你。还装？看你装到什么时候。你们两个看完没有？当我是空气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
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不能再住在同一个宿舍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。知道了，妈。阿姨。赶紧回去吧，阿姨说让你送我下楼，你都送了我一路了。没错啊，宿舍楼下。哎，我的画呢？还给我。全烧了。你画的是我，你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谁让你烧的？你不是不稀罕我的画吗？被你撕了跟被我烧了有什么区别？去别了，我不管，反正你赔我的话，赔我就不赔，这就对了嘛。看到你俩和好啊，我总算是放心了。说了那么久，总算请我吃关东煮了。我从来没有忘记，只是没有适合的时机。那什么是适合的时机啊？我们俩开小灶也不能太高调。哎，你快点吃啊，一会儿还要回家呢。我偏要慢慢吃，回家又见不到。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的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有脸盲症，一会儿怎么画？哎，我果然帅得惊天动地，难怪你会对我一见钟情。有眼光。该不是眼光出了什么问题吧？其实我还有个梦想，就是想开个肖像画展，三天小助手，你要不要帮我？我可没空，我看你去找潇潇，他应该挺乐意的。桑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其实我哥他那个，我早就知道她是女生了。啊，你早就知道了，我还吓死我了。你要是不知道，我姐姐可能当场把我……你还好意思说啊？你们竟然是姐弟？嗯。